只与命运相伴，新的篇章与你开启，在同个世界同一片天空下相遇。博士，你懂什么？你来这儿就是给张宇博当助理的，现在还想着帮别人治疗，这万一治疗要是出了什么闪失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不会的，他这个病症我研究很长时间了。这种吹牛的话你也敢说出口？哎，你们两个太欺负人了吧，每个人都是从不懂到懂的，如果永远都不给新人机会，那他们怎样才能够成长呢？我相信这次的张宇博办这个心理协会的初衷。你们两个以后不准再出现在这里，心理协会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人。切，谁稀罕待在你们心理协会？走。谢谢你们。你把这个认真填写下，都听你的。你最近学习有没有觉得很累啊？会啊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？没有，没有压力。今天的成员信息就写完了。哦，好了。老张，怎么了？谢谢啊。没怎么，就是那个小九。嗯。他一会儿冷冰冰的，一会儿又很热情。我之前以为是他家庭的原因，导致他不愿意和别人敞开心扉的去聊自己。但我看完他的资料之后，发现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会不会是测评表出了问题啊？我觉得应该不是。那怎么办？看来只能通过体验室游玩，在他放轻松的状态下，探寻他内心深处的秘密。可能只有这样，才能知道他双重人格的病因。我需要你配合我一下。没问题，都听你的。那林杰呢？这事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了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
我穿这件好不好看？嗯，那这件呢？嗯，还有这件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都好看。大小姐，你凌晨4点就把我们叫起来了，看你换衣服到现在差不多可以了。总共就这7-8件衣服，我们都帮你看了好几遍了。要不还是我身上这件吧，你们觉得呢？嗯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开始怀念从前那个高冷的小九了。我也是。江雨博，我们今天去哪里啊？今天的行程一切都保密，不然就没有意思了。好期待。哈。哟，3人出行，咱把我甩了，门儿都没有。嘿嘿。你这个跟屁虫，想甩都甩不掉。我们只有2个自行车啊。我可不会骑。我也不会骑，要不你带我。我为什么要带你啊？我还不稀罕坐呢。哎，哥哥，你这不能好好的坐着吗？你再乱动，辛苦把你一个人扔这儿。好好，都听你的。哎，你手放哪儿呢？哎，你这个臭流氓！稳住，稳住，前方是下坡，我们能赢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俩为啥都不会骑自行车啊？这又奇怪吗？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开车的要比骑车的多得多，更何况我们那都是骑电动车。吹吧你就，汽车那么贵，是所有人都买得起的吗？你还别不信，我告诉你，咱俩打个赌，我敢保证20年以后一定是高科技智能时代。好啊，怎么赌？哎，林一彤，这可不能赌啊！你别傻。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我说你。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？你是在追小九吗？没有啊。难道这不算约会吗？这就是普通的小型聚会。我可警告你，如果不喜欢，就不要给小九希望。你这样欺负一个女孩子是不对的。我是在治疗她。治疗她？她没有病，你治疗她什么呀？我们可是从20年后穿越过来的，你信吗？20年后，我就知道你不相信，你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我奉劝你啊，离小九远一点，免得以后2人都受伤了。哎，你刚才聊什么呢？啊，那个，我们在聊这么多串能吃完吗？怕什么？有我呢。那么厉害啊你？好吗？哇！来。好了，快来尝尝。哎，嗯，你真是从20年后穿越过来的吗？嗯，你相信了。总是在梦中遇见你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你这般的人让我的
情为之颤动，我还在爱着你，实在放不下的代爱，不要感到孤独，我还在某个角落想着你，我仍然爱着你，书写下的